大家好，我是豆妈，应粉丝要求出一期日干面视频。正不正宗不敢保证，百家百味，记住要点才是关键。面条一定要选用碱面条，实在买不着，明天咱们出一期手工碱面条的视频。先准备辅料和酱，热干面的经典配菜酸豆角和萝卜干少不了，切成小段备用。取一个碗，放三勺芝麻酱，少许香油，搅拌稀释。放一勺自制油泼辣子，两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半勺盐，一勺白糖，一勺鸡精，半勺胡椒粉，搅拌混合均匀备用。锅中水开，下入碱面条，煮至面条浮起，八成熟，快速捞出。淋入少许芝麻油，用筷子反复挑起冷却。这一步也叫蛋面，蛋固的面根根分明，不粘连，且口感劲道爽滑，请勿省略这一步。淋上调好的酱，拌开以后依次放上酸豆角、萝卜干、花生碎和葱花，好吃的热干面就做好了。喜欢吃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哟。